真爱过，三次错，终于放开手，解脱了，解脱。但我泪在流，哦，那不完美的我，有你陪伴，青春的残破也都显得成熟，深爱过。那刚赵哥其实有一直就是说书好有点五音不全，你会觉得有吗？我觉得还好。人是不是太好？没有，我觉得不会啦。真爱过，三次错，终于放开手，解脱了，解脱，但我泪在流。哦，那不完美的我，有你陪伴，青春的残破。继续吗？站到哪里？好，谢谢。清唱，哎，你清唱真的是不是这个歌录了到现在我没有唱过，第一次公开演唱，对不对？超好听的。其实你以后歌就不用伴奏了，你就清唱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浪费钱去编曲干嘛？真的也是，我最近有在想这件事。对呀，你清唱好好听哦。好，小月，你要不要唱唱两句？我要唱。你刚不是去跃跃欲试，很想学。来过一次我就要学会了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这个现学现卖。对呀，啊，你可以的，你音乐人呢，吉他弹那么好。来，我们上吉他。不好意思，没准备。我直接来。深爱过，终于放开手，解脱了，解脱，但我泪在流。哦，那不完美的我。有你陪伴，青春的残破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可以吗？不同的味道，很棒，低音的那种频率。舒服，好，舒服，很感谢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刚听小月唱，我觉得她没有我听的认真。虽然我会走音，但是其实我，虽然我会破音，但我觉得你要这样，我都唱了，然后你要猜我台这个人。对呀，啊，那你又不唱，在那边讲的跟真的一样。哦，来，你的意思说，啊，来翻个跟斗，你把它当什么？所以你意思说你的旋律很熟，你听得比他熟，是不是？对对对 ，Really？ 真的真的。那我也低八度好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吗？你要低七十二度。你太瞧不起人家了。没有，不用十八层就可以，十八度就可以，来前辈。你用你的 key， 你不要管度不度了，你有度吗？你就高声，低八度的话整齐。深爱过，才知错，你不是音乐手吗？终于放开手，解脱了，解脱，但我泪在流。哦，那不完美的我。有你陪伴，青春的残破也都显得成熟，深爱过，再次说分开的路口，错过了，错过，永远离开我。哦，从不完美的我，你填补了我生命的缺漏。好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唱太忘了。不会不会，还有一句，就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唱完它，却留下我面对全宇宙。谢谢你的回应。刚才现场两位男神都彼此唱了这一次你的电影主题曲，嗯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。自己评价怎么样？不用干嘛评价，就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两位巨星，两个。这么棒的那个演员唱我的歌，我很开心啊。因为刚刚有讲到说，其实是在录音过后，刚刚是第一次首唱，感觉又刚好看到两位，感觉超陌生的，很陌生，超不会唱的我啦，对啊，通常都是这样，因为
写歌的时候是一回事，然后落词的时候、录音的时候，那个是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。完了之后就是没有，不会再去唱它，除非你要表演的时候会去特别练习怎么的，对。